像在美国啊什么的，它是各个地方立法，州里面或者是有的是就如果中国这方面如果有立法的话，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地方立法，还是说要立法就全国一起？我觉得中国那个地方立法没有先例，这是他如果地方，比如说城市，他最多弄一点行政法规，他要想给立到那个全国那个那种刑法里或者是什么那种这种大法啊，我觉得不太可能，因为他毕竟和美国还是不一样，美国他是联邦制啊，咱们从来都是中央集权，这个所有的这个法律要推动一定是全国的。所以也正因为这个，他要推动一点是非常非常困难的。